11月1日，机器现身机场，她身穿灰色长款外套，搭配裙装，露出渔网丝袜，尽显女人味儿。然而走路带风的金姐用力过猛，小腿肌肉暴露无遗。同样是一号，林允、张兰心出席某品牌活动，林允穿无袖连衣裙，左手臂与下巴似身材发福，与张兰心牵手捂嘴笑，身高遭碾压。今日凌晨，杨幂晒出与 Angelababy 和某主持人视频的截图，并为此主持人送上生日祝福。截图中， Angelababy 靠在主持人的肩头，对着镜头露出甜笑，而视频另一端的杨幂则只露出半张脸。11月1日晚，娜扎通过微博晒自己头像做的娃娃，并自砍道：“新型解压神器。”照片中，娜扎手里拎着一个可爱的大头娃娃，仔细一看，娃娃的头像是她自己的脸，非常的有意思。近日发嫂陈慧琳接受香港媒体的视频专访，从1991年那个夭折的女�儿说起，大谈与周润发这段31年的婚姻。据发嫂透露，他们两人在新加坡通过朋友介绍认识，相识不久，发哥就约发嫂吃饭，吃完饭第二天回到香港，发哥立即展开追求攻势，每晚打2-3个长途电话，每天邮寄明信片，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终于赢得美人归。10月31日，林小冉身着军绿色大衣，戴米奇帽子，自推行李箱现身机场。林小冉见镜头露甜笑，素颜皮肤白嫩嫩，